知道我在你心里，知道我在你心里，知道我在你心里，知道我在你心里。谢谢关注，谢谢大家的星星，谢谢阿东。比心，你往心里。你说什么，大宝？你说我眼镜怎么了？说明你的手速比你自己想象的更快。杨黑，那点亮干嘛？有时候有颜值。今晚文静小萝莉真强的，腿有点点麻。欢迎上新。谢谢东东的撩一下，你183吗？你根本是最萌身高差哎！感谢关注，无敌同学，是不是很寂寞？你今天什么类型的狮子？你要加上狮子头才会知道啊！弄完再。你是以前会有什么类型的狮子啊？其实我真的是就是风格会变化挺多的。你今天看我是这个造型，明天可能我就又换一个造型，这样。谢谢值得聊一下。以前都是纯纯的。我只会在关系比较好的人的面前才会暴露出我这一面，就是初次见面的都会觉得我比较高冷。说话很有质感，问你，你这个形容词也还挺有质感的。没觉得，你第一次见我是什么感觉？还有哪吒款？是有扎过哪吒头。你两次刚好都是知性啊，诺尔丹，这说明你还来的不够多嘛。有事先走了，去哪儿？去哪里？去吧。你也是狮子座，无敌同学。你现在盯着我看，感觉像盯着我的，盯着你大学英文老师。妈妈把今天作业交了吗？今天听写准备好没有啊？今天在黑板上，你上黑板来听写。谢谢我的爸爸糖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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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有朋友问怎么送火箭，所以有，就是需要先充值，在
公众号或者是建议在公众号或者是淘宝上充值，如果是苹果手机的话，如果是安卓手机的话可以直接在直充，可以手机直充。大学之前你是坐在讲台旁边那个人说明你很皮吧，小卡子，你是很皮呀、啊。一般都是比较皮的才会坐在那儿、啊，老师眼皮底下。今天都是粉笔灰和老师的唾沫，苦了你了。老师送点心，就不要我交作业了吧？你想贿赂老师，龙二代，不可以这样哦。独角兽起吧。你不会还要和老师谈条件吧？ Hello 西西，谢谢你的灯牌。老师太喜欢你了，把你放在那儿。真好，真好。可是你坐太前面会不会容易近视啊？是不是？感谢迷惘心魔，你的头像就这个样子。你初一刚入学的时候被一个年轻的老师围观，围观是什么？被一个老师围观是什么？围着你转圈圈的观察你吗？问了你都不好意思了。一个年级哦，被整个年级一个年级的年轻老师都围观你，为什么啊？因为哇，小甘之肯定是校草级别的。今天要恭喜大宝，好事好事，恭喜大宝，恭喜大宝！直播间再次恭喜你，爱的魔力转圈圈。那会儿长得太可爱了，哇！你童年经历了一些什么？到底好神奇哦。小东，你过得还好吗？你这个身高应该会很受欢迎吧，小东。欢迎云线段，请叫熊老板，熊先生升级成熊老板了。哦，熊先生。熊老板，你今天要安排一下吗？需要小弟安排一下吗？我不是广州的，你是广州的呀，183。今天这个人数怎么一直上不去呀、欢迎 Cindy， 欢迎繁华。要来监督我学歌吗？因为我今天没有更新啊。被你发现了，金玉芬的作品呢？我天天歌，你不会腻烦吗？不会腻味吗？感谢熊老板的气球雨，气球雨不是10个起的吗？
是熊老板。三一二三四，欢迎小东加入粉丝团。是不是有首歌叫什么花香吗？好像没怎么听过哎。欢迎 Mr. 小姐姐，小姐姐先生，花香你听过？什么叫？是不是很经典的一首老歌？网络歌曲，好像有一点点影响。